阮查某囝带队哦，我都带队啦。什么？你要带阮家哦？当然嘛，我唔带有固定的所在通带，才会当去地检署办假释报道啦。我看哦，我都委屈我家己，先带遮啦。不行诶，你要固定的所在，我去外口替你租一个小套房。吼，迄会当带人的小套房，迄偌贵咧？啊，你有遮钱，给我敢无好啊？无好，行。你真的要赶走？那你都唔通怪我，甲你副总叫你两摆的代志，全部拢压出来哦。你应该无啥物混知影吧？若毋是你欠彼笔钱，我敢有需要欠副总人情？是啦，啊，你都拢是为着我，啊，把所做的一切。我是为着你这查某囝啊，所以哦，我拿老大绝对是对你有好无歹嘛。哎，各位啊，歹势吼，啊，到阮查某囝哦，迄一时头脑无清楚啦，煞袂记讲，伊还阁有两百万的高利贷要还啦，啊，要来有钱替我洗厝。我看哦，我也是老大较好啦吼。哎呀，不过这。楼卡是我甲小春在住，啊，楼顶房间准备要做新娘房，厝内底无其他的房间啊。哎呦，啊，因两个都还未结婚啊，哪有需要什么新娘房啦？哎，无要紧啦，我着先甲恁家的主位哦，小客一下，顺便哦，留落来甲观察一下。假使讲哦，伊若真正有出脱啦，爱我哦，甲阮董宇嫁过来，嘛是有可能的哦。我真正无应该胡巴留落来，万一伊管袂掉伊迄个嘴巴怎？还是我甲自卫坦白，讲迄两百万是安迪副总是斗三工行的。冬雨，你还袂困哦？你嘛袂困哦？敢是风要吵着啊？无啦，我咧甲未来丈人爸咧开讲嘛。你甲伊是会当讲啥？着讲工课代志啊，伊有可能咧烦恼讲，我以后无法度好好照顾你。啊，不过我已经答应你啊，我以后一定会给你好日子。老实讲，这的话应该伫结婚之前，着够让你爸爸安心啊。所以，你莫搁一下面安尼傲嘟嘟啊。反正今仔日恁爸爸伊出现，是上好的安排啊。伊原本今仔日要结婚的，结果阮爸雄雄出现，佮家己的祭祖引过来。我一看到伊，我就感觉我的人生都变作乌的。我讲这是上好的安排。冬雨，我了解你的心情。虽然讲咱无照计划结婚，啊，毋过我因有早好消息来啊。我明仔载开始就会去食堂上班。啊，你的祭母。你不是已经跟因讲好啊？这不会使延期。咱两个人所烦恼的代志哦，今摆都已经解决了。我唔只会讲这是上好的安排啊。所以，其实冬雨，之前我无工课的时阵，我对我家己拢无信心，互你非常伤心。结果你阁愿意相信我，愿意嫁乎我，给我力量。一直在我后边支持我，我真的感谢你。我是想讲，凡是你会使用你这种态度对待恁爸爸，有你的支持，不得靠恁爸爸的悔改，会重新做人啊。伊是甲你关什么麦汤啊？你哪会提你甲伊相比呀？我已经给伊足侪个机会啊，我甲你讲。阮爸伊就是一张黏糊的布，永远都无可能变白啊！也搁迄债务啦，迄只是会当较晚还，也毋是免还，迄两百万毋是小数目呢。你免烦恼这，你即摆有我，
我会甲你做伙分担债务，只要咱两人同心，不管什么困难，拢一定会解决的。你今晚要搁找还家呀？我想来杯饮料。做话真无简单，才甲自信找倒转来。我也是先莫甲伊讲，这笔钱是安迪副总斗相共行的。董事长，外边有一个无限利用，你也唔过一直三百人见面的。叶母，真久无看，敢会认得我？这位先生。你袂当这样，你还凊彩就别来。快进来 ，Kevin， 这人我熟悉，你先出去。是。哇，业务啊，大惊哦，我真气派了哦。哎，你看你，有啥人想会到啊？当初是去东南亚替我走出来老细，如今变成一个大头家。哦哦哦。你甲信强两个人发展这么紧，我是就要看袂到恁的车尾灯哩。八哥，你想过去啊？看你的清查嘛，知影讲你的事业一定做到真成功。你刚才做伙食饭哦，我过去我甲你请教的。今嘛这么啊客气，为什么迄天拄着我，就好连拍都无拍，我头做你走？干母，我想应该是我着急办代志，所以一时无甲发哥你认出来啦。哦，是安尼哦，是讲咱两个这侪年无联络啊，无认出来嘛算合理啦。也毋过我常常即摆看到你，真正怀念呢。当年恁三兄弟啊，替我去东南亚走一趟，结果只有你甲信强两个人转来交会，我就感觉真奇怪。后来我是有听人咧讲啦，另外一个兄弟是因为出代志了才无转来。业务啊，敢讲恁乌吃乌，两个人本钱分较济啊？发哥，请问你是对倒位听到这种传说？咱三个人是伫个关圣帝君面头前救灾的，所以哪有可能有啥物乌吃乌的代志啊？原来我听到的拢是真的哦，恁真正三个兄弟也去哦，安那恁两个发展命？发哥哪会突然间提起这件代志？伊到底知影偌济？好了，当当年鬼用乌吃乌，阮就出意外了。啊，像阮这种提名伫咧趁钱的，咧出国进前，倒都拢心内有数。这都是阮这种歹命人的悲哀啦。哎呀，非得你即摆嘛拢经过对无？如今是一个大老板、大头家呢。当初的付出嘛算有价值，敢不是？八哥，你今日找我到底什么代志？我煞袂记啊！哎呀，来来来，这张吼是我的面子啦吼，来，这我的公司啦，我专门咧做投资信贷的。前阵仔听讲你为了买土地四界咧装钱，可惜你无拄着我。要若无凭咱两个交情，我绝对算上佳的先好你啦。你后头有啥物需要吼，免客气，知无？你即马这是啥物表情啊？哎呦，我煞袂记的。你是大头家，才有钱，你无可能需要啦。迄若找我的人绝对无好康。要若无啥物故事啊，吼，咱约食饭嘛可以啊。咱员工投资呢，尤其即马即块建筑的当咧夯。看会得补我淡薄仔甜头，当然，当然啦，哈，李白，董事长，九个人来啊，九个人啊，你好，请问你是？老俊发，人人叫我发哥，有闲人工咱就开讲，哈，要不啊？你先无用，我先来。
我听孙讲，当当年我从警徽啊偷咧山间的代志，只有我甲大兄知影。敢讲发哥也知影啥？老母，你是安怎？无啦，以前的朋友来看我，无啥重要啦。大嫂，你是毋是要问我讲陈小春的代志进行到啥款啦？就算讲我甲大兄未将过去的代志讲出来，啊，不过今摆发哥出现，就真歹讲啦。我想要弥补振辉的母子，但是万一陈家的人知影是我将振辉踢落山坎的，敢会原谅我？袂用的。今摆我都要先甲孙丽红徛江边，安尼我才有法度保护我家己。看起来不得丢毒哦，当作我无来过。等下。我当年是爱选你跟你徛江边嘛，所以请你给我淡薄时间，答应你的，我一定做我讲。莫让我等伤久。静辉，是的，因为我的自私，只有拆散恁查某囝的幸福，请你原谅我。当时你又敢是伫烦恼土地？你确实是真清楚咱公司的状况，无唔对。其实公司上重要的就是爱土地啦。即边咱也是有这个机会来标到金华区的这个土地，咱愿望唔只会当来实现。头一边咱真成功无唔对，但是我嘛知影咱有真侪同行咧看咱的笑话，伊认为讲咱这是好运，这个 case 做了后，咱都袂够任何的机会。董事长，之前我有提一份计划书给方总监，那是全台湾所有土地潜力综合分析，我会继续追踪。啊，不过土地的取得可能没到遐尼紧，你可能要花一挂时间。我知影啦，是我想过着急啊。你讲了对，咱做生意都要照起工来，真紧是拢判我。你继续。董事长，你即摆意思是，你无拍算要继续干赖上？谁跟你插嘴？你即摆是咧讲什么话啊？歹势啦，啊，只是董事长你讲的土地，我着。伊的土地是偌了不起啊！迄个赖上是用鼻孔咧看人的啦，我无想要招待袂用的哦。请问董事长，这位赖上是？伊是一个地主啦，啊，伊的手头是有真侪土地，而且。拢伫个真好个所在，真好个地点。说煞起来，我无想要甲有任何个交叉啦，讲我真嘛无效。我伫个盛发遐尼侪年，大部分个大地主我拢知影，啊，毋过这位赖尚我无听过呢。这位赖尚伊地主个登记拢是登记咧伊个亲戚，啊，佮朋友遐。只是讲我会当确定个是，只有伊讲才准算，算是一个真神秘个庄稼人。我嘛是经过朋友介绍才熟悉伊的，恁捌听过，这真正常啦。请问董事长，敢会当让我去见赖尚？你想要见赖尚？小春，若讲你是过去盛发集团的第一阵仗，这真正是一点仔都拢无唔对啦。你真正让我感觉着讲，你来阮公司做开发部的协理，真正是足有价值的。那安尼讲起来，董事长你是答应啊？我来安排。好啦，今日报告就到这就好啊。我会请客编准备一寡甲赖尚有关的资料给你。多谢董事长。董事长，看起来鱼仔真硬嘞。你是咧怀疑啥啦？即摆才打尾开始啦。即边你也照我讲的去做，袂当有任何的差错啦。上重要的，小春即个若是任何一点点仔的气角，我讲我是剥你的皮啦。是。对啊。